电磁波的危害您知道吗？对孕期影响不利，宝宝生长容易造成头痛失眠，让电磁波检测仪为您把关，帮您检测生活中各种常用的电器设备的辐射值。按键说明上方显示电场数据，下方显示磁场数据。测量电线仪类电场数据变化，声光显示三重警报。测量通话中手机的磁场数据变化，充电中及未充电的手机辐射变化。拒绝电磁波的危害，保护家人安全生活，健康人生，从检测电磁波起。